昨天不是走过这条路吗？我们今天不是从这边上来的吗？肯定有啊，但是至少是比较好的一种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好，那你们礼拜一要干嘛？什么？说礼拜一，他明天早上走，然后我明天可能要去夜见一下那个宝博，他们那个电影不是上映了吗？我怎么也得买张电影票去刷一下吧。然后还要发到朋友圈，对不对？是。礼尚往来一下，然后好像没有别的安排，但廖老师又找我，可能去廖老师再去一下，接见一下廖老师。好啊，看我，对啊，我都没有跟廖老师留联络方式。我看廖老师很需要我们帮他，他比较适合进行 IP 变现。廖老师比较适合见面谈。变现这个是我的长项，也不是我的长项。可是总不能叫廖老师来做一些博弈的事吧？那不行。对啊，他只能做那种很正规的事情。那如果做蜂王嘞？我估计也不太可行。所以就是要我懂，就是高上大的变现。哦，那做 IOT 行吧？我觉得可以。还有也会认识很多台大就是学生的老师 whatever， 对。哦，那可以。那我就再介绍我的另外一个搞 IOT 的给廖老师认识，他们两个应该。哦，他那个学生好像就在做 IOT， 就那天帮我们一起录像的那个。哦，我记得他有跟我提过，反正他应该也在。那就 OK 了，问问他明天。IOT 不行啊 ，IOT 我也打算打酱油而已啊。我介绍廖老师，我就得认真做。总有这种办法。我昨天有发你。不见船如港，他都在码头眺望着北方，青丝飞上白霜，心还惦着他，心里没说的那句回答。你知道那个记录
温泉。对。傻傻的姑娘，带一朵花。新北新店矽谷温泉会馆。应该很近。然后我想起，哎，返校是不是上映了？早就上映。好像那个票房现在排第二，是不是？才750公尺啊，走路就到了。好、哦。嗯。也没有，大概要走个USDT 又叫泰达币吗？对。USDT， 可是现在有很多 USDT 啊。泰子。对啊。嗯。Hello. 问一下哦，那个 USDT 啊，泰达币就是 USDT 对不对？对。我是怎么奇怪的名字啊？哦。应该说泰达是 USDT 的那个公司。哦，是那间公司啦。对。那间公司发的币啦。哦，我想说不是都一般叫 Tether 吗？或是那个 USDT 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很少人叫泰达币。对。原来他也，原来他也是泰达币啊。对对对，但泰达币就是 USDT。哦哦，了解了解，然后没事，有人问了，问一下而已。好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奇怪，确认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谢谢，那晚点见啊。好，晚点见。我们现在开车过去，大概十分钟就到吧。我知道，很近啊。我在家里处理一下事情。OK OK， 可以可以。好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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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拜。大海满是波浪，不见船如港。他坐。这边又要去那个奇怪的地方。向左转。你拿那个券了吗？今天。向右转。金丝飞上白霜。所以那个券可以抵掉全部吗？不行，它那个券只让你，它封顶就是付，不是，计次160。哦。就是你停多久就是160。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功效，所以可以 save 多少呢？ save 我们今天应该可以也是 save 160吧。哦、oh, ，对 ，I see。哎，我还是下车吧。所以今晚你要早点睡，因为明天要赶飞机。所以我明晚是不是去文丽那边，凑合一晚上得了，或者明天我去你矿场都可以。啊，明天你要来我矿场？我没有 book 明天的宾馆，我也懒得 book。OK， 可明天我不知道我几点了。哦，没有，明天我不在台北。你在哪？我在台中。哦，真的？对。你去台中带吗？我去台中谈生意啊，就是那个博弈的案子。要带我可以去吗？你也想啦，我想一台车，一二三，应该最好不要，因为你如果再来，这一台车5个就满，那后面啊有那么多人啊，明天，对那我就不去了，那我还是去看电影吧，而且要谈的事情还蛮那个的 ，I see。除非说你们也很有意愿要做这个 project， 不然我觉得就是，明白。那我还是去看电影吧。对，你还是去看电影好了。Do-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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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-
靠近的人，别问他向右转你还愿意吗。靠近的人在800公尺处向左转，好近哦，走路大概也是15分钟吧，我猜。就插那个行李箱。大海满是波浪，不见船入港。这边便宜还是贵啊？还好。还好，有一个比你那边便宜。什么？比板桥便宜？好像是。干，那就住这边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早知道昨天就住。对啊。怎么可能啊？这边感觉啊，这算，而且又有停车位。板桥那边，对啊，而且你们为什么最后会选到那一间呢？因为其他不是没房，就是价格上天了。对、啊，真假的？嗯。我猜可能是因为板桥那边是交通枢纽嘛。小巷子里面也是吗？小巷子里面我们门路不够多，应该昨天就是，而且我支付方式非常有限，哦，就导致我的选择面非常窄。哦、真的、哦，我想说随便住都有，因为我之前也有住过啊，一晚上才、我觉得我们昨天住的地方除了没有 WiFi， 其实还行、哦，就还行。我住一个像鬼屋的啊，那时候晚上忘记带钥匙回家，然后就住一个晚上800，很像鬼屋的饭店，不过也就我在北京住过地下室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月100，好便宜哦！上海有这种地方吗？上海应该可能没有吧，哎等等。但是里面真的就是，那为什么北京有？就是有一本书，有一篇短篇叫做《折叠》，北京折叠。北京折叠。对，它描述的就是那个北京折叠里面下层，下层就你玩过一个 deal game 叫做《会议》的尤斯蒂亚吗？没有。对，里面就是描述了它不是有。下城区、中城区和上城区，大家那种感觉，了解，特别赛博朋克。但我住了一个星期，我就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实在是受不了。健康，因为下面就是空气环境非常差。哦，对，然后就哎不通风不透气，我感觉住久了会生病的。了解，赶紧撤退了。不过我觉得作为体验生活住一天还是非常值得。你可以预看见你的室友啊，就那底下的隔音非常差，墙的都应该都很薄，他为了就是把利润最大化嘛，所以就搞了好多隔间。了解。天他妈的好恐怖，听起来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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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这几天，加泰罗尼亚和智利都在街头运动，哎，算不算是中国输出的革命啊？算是吧。中国其实对香港，我就平心而论，其实镇压的，我觉得是还好。就是如果是以美国。以美国标准，你敢妈敢搞警察一下就白了。对，我看推上很多人吐槽，是吧？对，这你以为这是香港，错，这是加泰罗尼亚。然后好多视频流出来，有警察拿警棍砰砰砰使劲敲，感觉比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哦。不知道，可是香港应该也落。现在应该也该落幕了吧？不是那个条款都我没知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需要设身处地的去看一下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了解。反正我现在就是有很挺反送中的，然后有完全不挺反送中的，就是两派朋友我都有。对，我觉得我是首先肯定挺反送中嘛，嗯，基本的立场肯定不能变，但是。但是如果变得打砸抢烧太暴力了，我觉得就不好。这路吗？
而且我觉得不应该干扰，就是一般普通民众的正常经营和生活。哎，现在已经在抗议整体环境了，跟当初的原因差太远。这里还真的有一条路哎。哎，你要加油吗？当然不是哦。不是哦。哦，你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南瓜是向右直走。这、原本是前面的路子。哦，你比方会。Attention， 这路感觉不太对啊。300公尺处，您将抵达您的目的地。这感觉不太对啊。又一个被 Google Map 坑的人。这感觉不太对，我已经不了解，这是什么鬼的地方啊？我觉得我被唬了，我觉得我被 fuck， 被 Google Map fuck。你要出去大陆了吧？这其实走错路有走错路的 feel， 这条路好有趣 啊！这就要曲径通幽，对吧？对，有一种乡间小道的感觉，但是花了发。在田中央叫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还好车还开得过，前面有个遛狗人。不对啊，大大。你看，开到玉米地里了。不，这里到底是什么鬼路啊？哎，您已到达目的地。屁啦，屁啦！不行啊，这里。哎，是那边吧？戏骨温泉尾款。你能看到吗？但你能看到，但你过不去，对吧？我看到，我过不去。但下车步行可以过去吗？不是啊，这是车啊。又一次被 Google Map 搞了。他总会认为这可以过去。害我又要。他认为不用停车啊。但是是可以偷偷停在这边啊。不要，不要停车吗？不对，我刚才每次遇到这种东西，就是有人乱定位，然后导致。哎、欸、，Be careful。为什么会逼成这样？有东西可以看到。他侦测到树叶了，是吗？好，我下去看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么有趣吗？停的车。他真的侦测到树叶了，好热哦。大包 check 一下。哦，好蠢哦！所以矽谷会馆是那边呐、啊，干。真的啊？应该是那一栋吧。从这边可以看到吗？应该是吧。是不是那栋啊？我望远镜看一下，没看到，有可能是哦。对，应该就是嘛。但是这边正好是一个 dead end。搞毛，我还有一公尺左